皮带森林的全部军装，为人接受卫生电光，防弹穿杨，死而复活的羔羊。如果我需在秋日的柔和光线下，我们拥抱着音乐的力量，共同编织一幅属于心灵的旋律。9月16日，邀请您踏进巴尔的摩市生命之光教会，与我们一同体验一场不一样的原创音乐布道会。来自不同教会的职青，来自各地的留学生，我们相聚于此，彼此分享音符的旋律和生命的旅程。在这个音乐舞台上，信仰的火花将与心灵的旋律交融，带来感动与激励。热切欢迎每一位信主的基督徒和每一颗尚未认识主的心，一同共鸣于音乐当中。这是我们传讲福音的使命，用音乐的语言述说着希望的故事。9月16日下午5点至8点半，与我们共度美好时光。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，这个秋天，第2届美漂原创音乐布道会，期待与您相遇。